家好，我是小静，欢迎收看 Maxoner 大设计。遇不上阳光明媚的大晴天，那至少也不要给我灰蒙蒙的尘土飞扬吧。戴个口罩出门的确是隔绝了不少的尘土和细菌，但是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隔得更开了。台湾 Apple Technology 公司发明的穿戴式空气清净器 AirVida 就能让你脱下口罩，随时随地拥有好空气。AirVida 是由天然橡胶和硅胶的混合材质制成的，有着顺滑的触感，戴着它也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除了70公克的超轻重量这一原因，人体工学也是一大工程。它复合肩颈部的曲线，使得它戴在身上可以保持不晃动。内置的电池还可以支持其连续工作32小时。只要把它挂在脖子上，颈环两端每秒钟就会发散200万的负离子量，这相当于是100座负离子森林瀑布，可以快速将脸部周围的悬浮离子去除掉。它在经过日本负离子协会认证的检验后证实，它对 PM2.5 的去除率达到了 99.9%， 去除致癌杀手甲醛也有 99%， 就连细菌都达到了 96.8%。无论是晨练还是夜跑，它的轻巧和亲肤材质都非常适合。无风扇超静音的设计也十分人性化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周围的人。要是不想把它挂在身上，也可以直立起来放在桌子上当空气清洁器。这下管你什么天气，每天照样有新鲜的空气。视频元素来自 Apple Tech， 由 Maxo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r 创意公园。